再讲一遍来。我觉得应该一个人一个，我效益会比较大。哦，效益哈，对，好，体验过好吗？可以可以，现在可以开始轮流了。现在加起来力量比较大。啊？黄喜怎么样？大家一起加起来力量比较大。哎，你们两个的意见不同，对不对？看法不同哦。一个人一个。一个人一个。黄喜坚持要大家一起磨合。